范民赵守库一名，就是我。范民李大海一名，少啰嗦，快动手吧。范民陈老虎一名，叫个屌啊！ 范民刘所柱一名，这小子他妈的吓尿裤子了。范民，我操你姥姥！你爹一声骂一声，你不嫌累吗？父老乡亲们，送我们老少爷们上路啊！ 皇上旨，查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在天津县知县刘杰在，怯懦昏庸，督察失言，纵使刁民，胆顽不法，不治重罪，何事申国法，以快人心，褫夺二犯官职，发配黑龙江充军。 摘下顶戴花翎，带下天津道台和崇德总兵张仁贵，查办火烧望海楼之教案不力，呼吁宽容，一意晚误。当从严惩处。 令二官加紧督察，不得观望迁延。
若逾期之案，定重惩不贷，钦此。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张大辫子，看你吓那熊样，快起来吧。咋？从六月起，天津百姓抗拒朝廷，闹出了这场烧教堂杀洋人的麻烦。本来洋人一张口要400人抵命的，是本官再三与他们理辩，逼之一退再退，总算压到16人为限。偏偏这时又跑了烧教堂杀洋人的要犯，可见你们手上是一群酒囊饭袋。卑职有负皇恩，罪该万死。卑职刚刚亲自缉捕人犯，实属命。哦，可有人认供画押？这人犯俱是刁民恶棍，奸猾明顽。张大人，大人要的是证据确凿的凶犯，若取抓了无辜，岂不又要滋生事端？日子是定死了，10月19日，将人犯全部送上法场。能抓到16名固然好，实在凑不上嘛，也可想些变通之法。平民百姓的脑袋值几两银子？10月15日前，人犯全部认供画押，不许在洋人面前反安回。若耽搁半个时辰，同交刑部认处。哎，这场洋官司惹出多少麻烦。我早就说过，海禁开不得，洋人也进不得。洋人一来，异端纵起，民风败坏，大清国就永无宁日了。姨父，外边那些含冤的，哎，朝廷催得紧，胡乱抓些乱民充数，一上堂就喊冤。钦差大人怕在洋人面前栽面，还都得放了。那人犯呢？咱们也得弄16颗人头啊。买，买，对，买2两银子卖一颗，这件事就由你主办。啊，我？对，你。行。外甥一定想法给您凑上。只是姨父上次说的去法兰西办洋会的事儿，哎，这个差事上上下下都挤破头了。不过只要人犯的事有了着落，姨父便可保你出洋。嗯，请好吧你了。日子可是紧的，要是在19日前缺一颗脑袋，皇上怕是要拿去我这脑袋了。那我就先摘了你的脑袋。是，是。三更半夜，情郎我换了衣带，今日不八卦，全给我脱下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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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横子，啊，有嘛事儿啊？我家哦，又想来糊弄八爷的银子。怎么说的？人家是学不到稀罕玩意儿的，孝敬您，您了要瞧不上。嗯，我找金二爷去。回来，跟你八爷耍嘛横啊？拿过来。哎，诸位，诸位，再点一出吧。不点，不点，不点。哎，咋的？来，拿。还有蚊子，哎，马早开的，好你了，谢谢，谢谢了，谢谢。妈，实话跟你说，这是人家托我卖的，要200两。嗯，你那得让二狠子有个零花钱吧？嗯，你爸跟汗毛比我腿还粗，250算嘛呀？250就250，回头。会上取银子。哎，谢您了，八爷。嗯，不是马来。二爷，你想，又他妈蒙人。哼，我蒙谁也蒙不了二爷您呢。表皮快放，有嘛好货？借货瞒骗你喂。就您金二爷认了。哟，哈，哎呀，这表哪儿来的？一哥们托我卖的。啊，别是从洋人教堂里偷出来的吧？嗯，二爷，你这怎么说话呢？这话要传到关里，二狠子还有命吗？说笑话你也不看是嘛时候。得得，坐个价，多少银子？300。妈，二狠子，你那马可够狠的。行，过两天给你银子。哼，二爷，我这手头……嗯，怎么，怕你锦二爷赖你的银子吗？哼，哪能呢？你八根汗毛比我还粗。小杂货，您坐好，不用见了，您来。哎呦，姑妈，哎呀，完了，这完了，这咋了？姑妈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我看看，嚎啥呢？二狠子，我这可是小本买卖，赔不起。你看是不是？啊，好你个懒了子，怎么的？还想讹咱爷们儿啊？不，我哪敢？我得快不行了，我今儿出来想给他。凑够棺材钱，你看这你你妈五尺多高个大老爷们儿，没钱给爹买板儿，还你妈舔脸说。诸位，我二狠子冲他这份孝心啊，今儿个都算认了。好，行了吧，这爷们儿可够烦啊。过拐子啊，卖活鱼啊。老三，给金了。谢谢你了，大哥。大红果，大哥。左儿，大哥，啊，比你快。一群小娘们儿，哎，我说，这位爷，把脸撞过来。干嘛？哼，撞过来我们瞧瞧。哎，哎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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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妈的，他们玩等会儿，老子就正走了。哎呀，老乡好，你来了。这位爷啊，您上眼，慢慢，金枪不倒药。哦，走吧，立起来呗。就捏了这身板，行吗？哎，回来啊，就管用了。不见你了，还怎么说话呢？借你妈是祖传秘方，当今皇上三宫六院靠嘛，都靠他。您呢？来一把。哎，二贤子，你个缺大哥，你听好吧，大姐。哎呀，相爷，相爷，相爷，二老爷，你我爷来了，姑娘们，快来呀！二爷不敢劳动，众家姐妹。我只要燕秋一个。老二，别别露客。燕秋，你慢点走啊！你下来呀，那么短哟。二爷来了。燕秋，哎呦，水灵了啊！哎呀，这来了的。去你妈的！你有啥东西？给我二爷，要啥东西？哎呀，你把东西给我呀你！哎，不是，你哪？给我来。哎，好好，几位。别陪着了啊！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哎呀，燕秋，哎呀，燕秋，二爷我又来了。燕秋喜欢吗？二爷，待我给您画完这幅画。哎，燕秋，哎，只要你说声喜欢，这洋玩意儿就归你了。哎，二爷。洋人的稀罕玩意儿搁在我这贱人的手里，怕是要糟尽了。嗨，这算个嘛呀？过两天二爷我还出洋呢，到法兰西。嘿，到时候我给我小心肝烧上一大堆
洋玩意儿。二爷，小心这笔脏了您的袍子。不怕，二爷我不怕。来来来，哟，来随便画啊。啊，画。嗯。哎。哎。嗯。哎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小星星，来陪二爷玩玩啊。二爷，慢着，这金表啊您先收着，拿银子来吧。哎，严巧啊，听说你专借有钱的阔绰，为的是养着强举人的儿子供那小孩子读书啊。这话怎么讲？哼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他中了举人，配红挂彩，可他假冒出身世家，哼，下大狱，他犯的是欺君之罪。二爷是好出身，威风八面，人称横着走的金螃蟹，怎么不考个功名啊？嗨，我金螃蟹还用得着费那事儿吗？啊？等二爷我楚阳回来，哎，花钱捐个三品四品，嘿嘿，顶戴花翎，哎，绿泥大轿，那个时候多威风啊！到时封你个三品夫人。嘿嘿，二爷，我也是下等出身，怕是高攀不上吧？哎，我真不明白，强举人有嘛好啊？死了老婆的穷光蛋，哎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牢房呢。二爷，嗯，娶谁嫁谁，这是我贱人命里注定的事儿。您到这儿来舍得银子，我也舍得身子。说这些没边没样的事儿，不是扫我的兴头吗？我这不逗着玩吗？你值当的吗？一块钱去，打着了啊！二横子，哎，干嘛？欠你妈不拉得账吗？怎么的？你小子不快攒钱给你爹买板，也想到街上玩玩？老大，老大，快！你爹不行了。姑妈，姑妈，我回家看看你吧。姑妈，这个人你傻呀你？快，那边走，啊，等我走。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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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你妈的！走，滚开！走，来，走，走，走！哎呦你妈的呀！去，走，快开门，快快！哎，进哪王八蛋？开门！他妈的，进哪王八蛋？啊，敢欺负到二爷头上来了啊！他妈，你妈谁是王八蛋？姨夫，那个，我是王八蛋，我是王八蛋。姨夫。正事不干，跑到这里来鬼混，犹如闷风。哎，是大差你不快办，楚阳的好事还能摊上你妈？啊，是是。嗯，再赶到这里来，我掰折你的驴腿！哼，我。严秋，你一看解字儿，哎，姑娘，我兄弟回来了。什么？强大爷回来了？刚进家，我就给你送信儿来了。啊，严秋，你说嘛胡话？他还得三年呢。严秋，金二爷失礼了。哎哎哎哎，严秋，快走，走，哎，走了，严秋。哎，你俩干嘛？哎呦，金二爷，你又来了！哎呀，来呀，来呀，进去，进去，里边请啊！哎，这好哎，还真不错的。眯了眯儿来呀！二爷，给你的情感来，我到那边去。金二爷，哎，金二爷。哎，你说这干什么呢？哎呦，搞你把我看的热闹去。要董爷，吃了吗？您了，吃过了，吃过了。金二爷，
请俺了。借地儿，你请慢。我那洋表的银子钱。哎，行了，先别提你的银子了。哎，二汉子，给你个发财的机会，要不要？要，要。一个好汉，一百两银子，找到一个就有赏，这可是守备大人交的差。这可太损了啊，得损几辈子阴德，干不得。哼，要银子的就来当着英雄，不愿干的就他妈别拿我这份银子。哼，哎，这就叫咒语打黄盖，愿打愿挨，嘛叫损阴德。哼，哎，也是这个理儿哈。你还别说，眼下就有个主。嗯，谁？董成根的拉大张，穷鬼傻蛋，他爹说话就不行了，等四下琢磨着棺材钱呢。好，好，二爷亏不了你。兄弟啊，你一犯事儿，烟酒就把小门子养下了，还给孩子请了先生，早晚督促用功。这不这两年的功夫，什么书啊诗啊背了老不少的呢，你能放出来亏得烟秋，他往衙门里是一个劲儿的使银子。大姐，人家做点事儿都叫你叨叨贫了。大姑干娘，我下学堂了。小门子，小门子，小门子。小门子，小门子，这是你爹。爹。啊。子曰：“父在，以观其志；父莫，以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道，可谓孝矣。”燕秋，嗯，我该怎么谢你呢？看你，哎，说嘛你也赔不上这份情。就盼你出来赎住他的身子，你们三口人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本想考取了功名便可接你享福。那功名要不要倒没什么，我只是认了大爷的为人了。我强某人没齿不忘。赶紧搅搅啊，老几位，手底下利索点啊！哎，这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好嘞，别逛，别逛，别逛，来了！哎呀，我来搅这个。嗯，好，打进了，打进了啊！哎，打进。老四啊，担点水来。来了。哎，张哥。你那棺材钱有糟落了。来了，二汉子，你就别拿人开心。我说的可是真话啊，有位爷要给你银子，你要不要？啊，真的？你看，你眼这么大的。哎，哪有那么好心的人？哎，当然不是白给嘛，人家也要跟你换件东西，还都怕你不给呢。哎，只要有银子买棺材。我就是豁出这条命，也得尽这份孝心。真让你说着了。老几位，官府现在出银子要买丁兄的好汉。啊？真要拿脑袋换呢？你看，你看，我怎么说来着？一碰上正格的，你就瘪茄子。人家也是碰上难事儿了，要不就你这可七斤半，能你妈换口棺材吗？啊？算了吧，啊？哼，哎哎，等等，他能出多少银子？哼，我叫你弄柴火呢，你快点。100两？啊，100两？哼，哎，嗯，哦，知了，拿个铜板来。好嘞。柴火不够啊，还得来柴火。拿着，这面还有劲儿，来，往这面挂。干嘛？你干嘛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
儿子要卖身给您下葬，您要是答应，他就是字儿；您要是不答应，他就是闷儿。求您老显个灵吧。哎呀，妥了，您呐，嘿，快快，走，弟子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劳烦了，捞了啊，捞了，好嘞，捞。老几位，麻利点儿。门子，爹，咱家还有这么多好玩意儿。畜生，谁让你动它？强大爷，您在家吗？强大爷，赛道子老先生，请进寒舍。我就不进去了。恭喜了结刑狱之苦，深喜深喜呀、啊！当初若听了老伯之劝，就不会有这场官司了。小侄再也不求仕途，不考了，不考了。你刚进家门就来打搅了，贤侄有所不知，前几天咱们天津卫出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，老朽虽无力相助，也要伸张正义呀、啊。这扇面已经画完，还缺几行好字，在满天津卫就您强大爷肯赏脸了。老先生如此看重小侄，错爱，错爱。哪里哪里，且烧教堂杀洋人，这是灭洋威聚民意的好事啊。小侄献桌了。多谢多谢啊，待我略作安排便去。好好，起
谢啊，留步，留步，恕不远送。哎，老李头啊，今儿个这是谁的喜事啊？妈的，我丧事。丧事？那你这叫嘛打扮啊？那老喜丧嘛。老喜丧谁呀？我们八爷。八爷？他今年不才59吗？怎么就老喜丧了？你可别逗了你啊！老神仙给我们八爷算命，说他是星宿下凡，53克就升天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谢谢义哥，这老李八疯子是可劲儿的施舍，大把花钱，是这么档子事啊！我进去瞅瞅啊。哎，八爷吩咐了，任何闲杂人等不准入内，冲了仙气可就歪了。哼，我不进了，成了吧？53克，星宿归天，仙路在前，起。老神仙，为嘛为嘛我升不了天呢、啊？为嘛呀？那么脏的事儿啊！为嘛我成？哎呀，别哭了，我不成仙，成嘛仙呐？这不拿我当啥吗？什么？哎呀，不好了啊！就是那俗人冲了仙气呀、啊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站住！站住！二混蛋！你怎么什么？哪儿跑？哪儿跑？站住！哎呀，别跑！哎哎哎！你们装傻！去你妈的！哎妈真的！哎，嗯、啊，你想干嘛呢？没嘛事。就我看那店。我让你办点正事儿。嘛事儿？找人呢。哎，有一个。谁？李八疯子。啊！好。这扇子上的画是谁画的？是鄙人画的，献丑了，请多指教。这上面的字
是谁写的？也是鄙人的墨宝，不赖吧？挑唆百姓，策谋作案，定是烧教堂、杀洋人的要犯。来呀，斩！押下死牢。爹，爹，你别再喝了。你整天喝酒，也不教我练八股。好，写八股。要写好了八股，就能应考。若考上了举人，再中了进士，就要殿试，皇上亲自考你。三名为探花，二名为榜眼，头名就是状元。状元呢？写这个没用，你爹考不得，你也考不得，子孙三代都考不得。爹，你别撕！爹，为什么考不得？你爷爷是下海唱戏的，子孙三代都考不得。强大爷，这是怎么个话？来，起来。我爹若念了八股也考不得，我爷爷是唱戏的。唱戏的又怎么样？照这个理儿啊，吃我们这碗饭的就更不能活了。男子汉，别哭了。大老爷们儿就得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可偏偏又不许我混出个功名，没脸呢。这话有多蠢呢？我看呢，有了功名，做了官，便真的不拉人使，损阴德，减寿命了。我要孩子读书，是指望着他认字、懂道理，做一个正派人。强大爷，眼球盼你出来，总算盼出头了，你不能这样糟践自己呀。这是我的赎身文书，后天是个大吉的日子，你去把我接出来，咱们三口人好好的过日子。对，咱们好好的过日子。嗯。哎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拿里头，拿里头去。雪柳，你快点，拿过来，快了。拿里头去啊！把那纸钱搁在罐子头上。哎，搁好了。哎。二狠子啊，老子让你去请枪大爷，你他妈还不快去。哎呦，张兄，枪大爷说话就来了。嗯呐，贵人驾到，不敢怠慢，不像你小子后头狗脑的，还不快给我应着点。哎，我这就去啊。哎，张哥，哎，枪大爷来了。枪大爷，您您请，请您啊。枪大爷，张某请您这富贵之人给我张家点主传身。我啊，惭愧，见您就歪了。强大爷，您是诗文短字，知书达理，在我的眼里您就是圣人。多谢。来人呐，给强大爷伺候笔墨。哎，来了。三二爷，我们老爷说了，你了是天津卫有名的大孝子啊，是冬泳在世，我们老爷给您送来了丸子。好啊，那我就感激不谢了。挂上，哎，挂挂上挂上。哎，他姓张的嘛时候这么牛气光？张家一向贫寒，这是守备府的金二爷给的机缘，让他假冒杀洋人、烧教堂的罪名，这才给他弄来了这100两银子。
哎，那命不是没了吗？嗨，他全了校名了，叫一百两，要论个卖，都他那邋遢样，能卖几个大粉啊？是。这金螃蟹，亏他做得出啊！嗨，金二爷说了，甘愿顶冒罪名的，别说是银子，要嘛都好商量。那金螃蟹他真有这话？不信你去问他嘛，借还能假了吗？燕秋，咱们姐妹们有多少生意，今儿一块儿都接下来了。明儿啊是你的喜日子，咱就都不接客了啊。对，你们受累了。哎呦，没事，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呢？崔这儿，把这游客，哎，去吧，来喽。哎，都说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我这两只眼皮不住的跳。不知是喜，是在。燕秋姑娘，嘿呀，准备的怎么样了啊？快点，快来来来来，快点，把花拿来，把花拿来，墙纸都等着来接你了啊！把那衣服弄好了啊，快点啊！自该哭。哎，我的天啊！啊，钱大爷，您早啊！啊，燕秋啊，这回你是太自了，强大爷看见还不得多高兴呢！哎，还有嘛准备的？快点，快点啊！今晚都喝水灵的了。气的！哟，什么了？怎么了？说明呢？看看，哎呀，这谁家呀？你看人家办喜事儿，哎，他出殡，这不是缺大德了吗？这怎么巧了？这啊，强大爷，强大爷，听二孩子说，您来找我。我不过是随便问问。哎呀，强大爷，我可是认了真了。哎，你看，人家懒得正，真个的明白人，看人家死得多体面。多仁义，多直。强大爷，您里有嘛话，尽管吩咐。啊？我没什么，改日再来。您可要三思而后行啊！令尊不过唱了几天的戏，您吃官司不说，祖孙三代还入了下九流，往后再娶个妓户娘们儿。怕是你儿子的儿子的儿子都翻不过身来啊。哎，爷，哎，这外边是怎么回事？这边去看看去，看看去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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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听说是卖了脑袋，买的棺材。哈，你的喜事儿啊！走了，快了啊！走了啊！嘛喜事儿没有？
卖嘛脑袋，塌顶的，少掉糖，傻洋人的座儿，好嘛，一百两卖个脑袋呀！哎，一百两，一百两也不少钱呢，我哥。哎，你真，你不信？你看，你看，人家过来。大清国可真够新鲜的。你看外头，哎，看外没钱人过来。爹，儿进了孝道了，也该走了。哥，孩儿的尸首谁来收？还不知道呢。二位，你拿着这孝符吧，往后横行能用上。这辈子就占了一个穷字。二位爷，我这都齐了，走吧。范民姓氏啊，喇叭掌。我问你大号啊，好像是长长富寿吧。妈的，记不清了。是谁撺弄你干些这些罪过呀？啊，谁撺掇的？那就是锦螃蟹和二狠子给我牵的线。好了，你画押吧。哎，照理讲，我家是正哥的买卖人，偏偏到了我爹那辈儿，肚子里钻进了细虫。嗨，哪怕是下海一天，也脱不了零有的有字。大清条例正写的明白，哎，唱戏的、看大狱的、啊，唱门卖笑的，祖孙三代考取不了功名。强大爷您了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吃了两年牢狱之苦吗？哼，哎，金二爷如此关照强某，想必有些缘由吧。庭宴酒讲，你常到他那里纠缠，玩玩，玩玩而已。我锦螃蟹虽沾了个骰子，总不至于为一个妓女甘愿败坏家风回骨名啊。听说令郎人很聪明，前途无量啊。哎，燕秋对你倒是一片痴情，只是你强大爷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尚不动心，反要舒畅从良，不只是想雨过天晴呢，还是雪上加霜？金螃蟹，您说吧，我若去顶替烧教堂杀洋人的罪名，我家的出身能变吗？哎呀，这事儿嘛，得费点手脚。哎，不过只要你写一份供状，哎，这更变沈氏的文书就包在二爷我身上。
老神仙，我决意升天，既是天意是我，过铁也罢，见红也罢，都是不可为的。嗯，八爷仙缘难割呀。只是嘛是升天，还望老神仙赐教。嗯。10月19日，5:03升天，届时万众齐仰。怎么个走法？10月19日，将有10数名豪杰杀身成人。妈，让我去做砍头的囚犯。八爷。疑心妄题，庭人若无，为之虚。这是成仙的首先之道啊。八爷，此事需求一人疏通官府，偷梁换柱。这花些银子方可办成啊。老神仙，嗯，我认了，请谁说吧。守备府金二爷。进螃蟹那个昆虫，老子不求他。八爷，那个王八羔子，缺德事儿都让他干绝了。哎，日后生个儿子，准是个没屁眼子。贫道愿为八爷舍了这张脸。我去求金二爷，可是这银子嘛，1000两够了吧？只是不要说出是老子求的。八爷放心。八爷既了却了仙愿，又解救了一个凡胎俗子，又顶了一个义士的美名。可谓一举三得呀。老神仙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慢走。这他妈的老傻驴。金二爷，贫道素来从不做违心之事，这次嗨，惭愧惭愧呀。跪！跪！下面可是李独醒？是我呀。你可知罪？嗯，嘛罪呀？啊，哎，八爷，我有嘛罪呀？啊，嗯，啊，对，治罪，治罪。邵阳教堂，你去了吗？那是啊，是。哎，那把火呀，就是八爷我放的。嗯。必杀洋人，可有你？哎，有我，真有我呀！恕我杀的多。好，本官最喜欢痛快的爷们儿。爷们儿就最痛快。押下死牢。谢老爷。嗯，哪边啊？哪边啊？走。哼，前头带路。哼，嗯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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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强大爷为子孙造福，不惜舍身成仁，佩服，佩服。啊，金二爷，那文书哦。嗯，强某人谢金二爷了。哦，不必了。强大爷，咱们讲的可是个信义，您了什么时候？哎，啊，我强某回家略作安排，便去守备衙门领罪。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天津县人士强月礼，男，34岁，其祖其父乃商家出身，应试科举均应以此为准，特此见证。这下可好了，咱们强家总算翻过身来了。强月礼，姐，哎呀，这文书比身家性命还重要。嗯，为考虑这文书，我答应为人家出趟远门去办件事儿，小门子就托给您了。你这就走吗？啊！小门子，嗯，这是爹看过的45经和历代的八股文章，看透了，够您一生一世用的了。爹，您快说，还让咱考吗？爹是考不成了，可你能考。爹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考上状元，当大官。好孩子。自古以来，当上官的人，大都忘了做人的根本，拿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不当回事儿。你可要当咱平民百姓的好官啊，不要辱没了爹的一片苦心。兄弟，你别是有事瞒着姐吧？姐，我连大狱也蹲过，还怕什么呢？走了，一切都拜托您了。门子，爹走了。你就放心去吧。你可是祥月礼？正是。你知罪吗？您祥月礼目睹洋人抢占我国土，欺凌我百姓，光诛教堂，传妖教，祸乱人心，动摇我大清国本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于本年6月19日火种焚烧教堂，击杀洋人，鼓动民众灭洋于先，华山题字，伸张正义于后。何人闯到公堂？我找强大爷，是刚刚进去的。你们家强大爷是烧教堂杀人的要犯，进去可就出不来了。什么？真有你小子的啊！算起来已经凑够了15颗人头了啊！衣服，只要这银子够使，这最后一个也保在我身上。二爷，门外有个叫二横子的，说您欠他的银子。去，哎。衣服，这最后一个送上门来了。老头子，李八疯子，哼，强举人，一共90两。收好啊，二爷，你那个小账算得可真细啊！哎，你想，我二狠子拼着命的为你卖力气，怎么的，连个整数都凑不上吗？
二爷，我那洋表的银子钱。你要反悔不是？只怕这表来路不明，带着它怕惹麻烦。你俩不要就算了，说这些淡话做嘛呀？哼！二含子可是正经八百的老实人。二爷，这可是杨教堂的物件，这是哥们托我卖的，有话杨没说去。走，慢。二位爷，把他交给我，自会问个清楚。衙门那儿，我去说去啊！哎呀，谢二爷救命！我心足了一个白我走。给您呢。快乐我的是人。哟，妹子。哟。二爷，您还要吗？二爷不要了。要说救命可是个难事儿，这事儿瞒不过衙门，犯了大清的条律。嘛条律啊，都是大清国想出来整治老百姓的。哪个让你卖的表？说出名字来，没你的事儿。不，我二狠子绝不干那出卖朋友的操蛋事儿。连了，好，是条好汉。忙着了，走啊你了。哎哎，眼巴前儿就这两碗酒啊，怎么个喝法？臭啊！人赃俱在，这么长时间没绑进衙门，现打80大板，乌家一带等死。怎么呢？这是罚酒。敬酒呢？来呀！还是老办法，当个好汉。还能得100两银子。嗯，这叫嘛事儿啊？哎，我这不拿自己打岔吗？二狠子也是天津卫叫的响的混混了。哎，到了节骨眼上也他妈松了。哼，慢，二爷，我他妈认了，进去，快！又来一个，你讲，老几位，我这一来，咱都凑齐了啊。二狠子啊，你来走嘛，你也死爹了。这嘛话呀，好你个二狠子。不是你这个小兔羔子，八爷我是早成仙了。我八爷打你，八爷都到这份上了，还有嘛想不开的？不，你这回二狠子陪你一块儿堆儿，成仙上天了。你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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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燕秋怎么样了？燕秋，全是锦螃蟹和手背长大辫子的主意。听说今儿晚上二狠子也进去了。什么？不行，得告诉他们闹。
这个麻烦案子总算有了结果。那在逃人犯可有踪迹？卑职手下仍在追缉，即可擒获。大人，什么事儿啊？这是天津72位知名绅士为教案一事联名写的折子，务请大人过目为准。什么意思？折子上说，目前法兰西和普鲁士交战吃了败仗，正是外交疲软之际，应趁此良机解救16条生命。哎呦，一派胡言！我大清历来是礼仪之邦，岂能趁人之危撤条款，毁心意？大人，以卑职之见，天津刁民颇多，混混尤甚，不开杀戒，吾以安抚洋人，以难保日后不再聚众闹事。见此，19日，人一定要杀，而且人犯个个认罪，不许反悔，不能让洋人拿到耻笑寻衅的画饼。诸位好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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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道台大人要来巡视，好汉赏脸，千万别砸了我们饭丸子啊！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诸位。在牢里边读，我的手套啊！谢谢您了啊！写了吗？啊，上面说是金螃蟹做的扣，设的套，把你给卖进来了。只要众人一起悔供喊冤，命还有救。哦，好你个金螃蟹，我操你个八辈子猪姥姥，你尼玛孟老子孟的也太他妈狠了。张哥，官府答应一个人头200两银子，他就给了你100两。八爷，他和老道士一起算计你。哥们们，咱们让他们给蒙了。马文，他是不是也骗了我？那文书是不是假的？对呀，兔崽子吃咱们的买命钱，老子不死了。就是嘛，借当官的太狠了。就是，就是，蒙人嘛，我们太软，咱能死吗？能死？谁也蒙不了八爷我呀！八爷我是命中注定，改成仙了。干！爷们，唠啊！不死，不死，回家睡娘们去。喊什么？喊什么？喊什么？哼！我冤呢。你们个个在堂上都画了押，为什么到此又一起放刁？冤！操你妈！我你妈！就是了！你干什么？守卫大人，这哈可都是你花银子买来的送命的老少爷们儿，每个大子儿都是血肉钱呐！就是的，银子不是都给了吗？可是守卫府金二爷每人少给了100两，明明是一个爷们值200两，为嘛不给租了？就是，那不好。
有这等事儿？就是啊，我命也太不值钱了。就是，这样一百两，我们就不去死。这叫枪放在爷们儿。若是事情，每人便再补一百两。早干嘛了？这不小看我们吗？早干嘛了？不死了，再给一万两，嘿，也不死了。就是守备大人，当初你在我这儿领银子时，可说的是一颗人头四百两，你真是什么钱都敢花。何大人，我这事以后再去理会。明天就是上发场的日子，这人犯若是在钦差大人面前闹僵起来，此事还仰仗大人。哼，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诸位，快入席吧。来人呐！是啊，十六位好汉都请出来了吗？只请出来十四位。赛道子身子骨千安，躺着呢，还有一个孩子。嗯，我没杀家人，我没杀教堂。快去，请个郎中给赛老先生好生瞧病，给那孩子也送份酒菜去。扎。众好汉，快请坐吧。你别来这套，我们是说嘛也不死了。对，说嘛也不死了。那么着，他们个个远，只有大爷我不远，不远，真不远。哎，本道说句良心话，诸位冤不冤？冤。该死不该死？不该。众好汉，暂且老坐，听本道细细的说来。哼，坐就坐，还怕你咬我个球？对，坐坐坐坐坐，嘛了不坐呀？坐，看看怎么着？坐牛吃菜嘛。诸位，想必记得十年前洋人学习天津攻占北京的惨状吧。自那刻起，洋人在天津划租界、开教堂、纵教民、横行市井、传妖教、称霸一方，这才激怒了百姓，生出了这场天大的官司。若作为本官，断不允焚教堂、杀洋人；若作为大清国民，本人则以为是英雄壮举、好汉行为。奈何洋人炮舰已云集大沽口，烂哄民宅，死伤无数。本道身为一方百姓父母，有其人送通报手足与刑场啊。但事关锦城安危，国体荣辱，诸位不去承认，则还需另有十六位天津百姓去死啊。本道以为众好汉顶冒罪名，便是解了皇上的燃眉之急，便是为天津为百姓免去了屠城之灾，实乃大仁大义、大忠大孝之举。诸位便是名垂青史的好汉呐。大人，启禀大人，要犯大胡子已归案自首，就在牢外。哦，
竟有这等事情。好，快快请来。扎，嗯，请，请诸位老少爷们儿，兄弟我来迟一步，让诸位受了许多委屈。好，真是侠肝义胆的好汉。来呀，扎，满酒。慢，我大胡子江湖上闯了半生，上不怕朝廷，下不惧官府，只是近日来法兰西炮穿，轰炸大沽口，百姓死伤无数，惨不忍睹。教堂是我烧的，洋人是我杀的，天大罪名具有我一人承担，与众爷们没牵扯。皇上一答应洋人以16人抵命了案，只怕洋人不义呀。若是众好汉肯负心肠，一切身后事务报在本道身上，补银子，给温书，安抚老少，自不必说。我何某人愿献出银两，为众好汉备置16口上等棺木，厚厚入葬。得，冲你这话，咱爷们也不是怕死的恼货。大哥你在前面走，兄弟我在后边跟着。够板，大不了一条命，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对，死就死，别让洋人小瞧了咱们。小民不就是为了皇上活，为了皇上死吗？对，咱不能再这样。就是这样，咱得可别误了升天的时辰。小民也是读过圣贤书的，深知忠孝大义，为国为民捐躯，死不遗憾。只是有一桩请大人答应，既然16位都已齐了，那小孩子就放了他吧。好，来人将那孩子放了。扎，众好汉如此市民大义，本道不胜钦佩。此案了结，我何某人将献出顶戴花翎，谢冠悲民，每年的忌日为众好汉焚香扫墓。大人，既是杀身取义，我们16人便要穿扮成好汉英雄的样子，明日上法场，我们不上囚车，不查招子，大伙别装怂，说着笑着叫着闹着敲锣打鼓的走上法场。这个不打人不去死。本道答应，本道答应。好啊！燕秋，有信吗？燕秋，听说信儿送进去后，他们大闹了一场呢。后来呢？后来不知怎么着就没话了。这帮傻老爷们儿，什么都看得重，就是看不中自家的性命。喝吧，这是最后一对儿了。哎呦，靖二爷来了。啊，爷爷，燕秋正等着您呢。哎呦，多谢您了。哎呀，燕秋，靖二爷我又来了。靖二爷，我正等着您呢。哎，我想你啊。哎，拿着。啊，哎，心肝来呀。啊，来了。带人犯。带人犯。禀报大人，事有不测，
有一人犯赛道子天亮前突然病故。混账！洋人要的是活人，不是死尸。讲好十六人，这时偏偏少一个，这不是存心跟皇上过不去吗？包大人，门外又送来一名人犯。哦，带上来。扎，带上来。打开。鲍大人，他身上有洋表和贡状，送上。扎。来得正好，拉出去。大人，这其中有诈呀，此人是下官的外甥，绝不是凶犯呐。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金表供状怎么讲？大人饶命吧，大人饶命啊，饶命啊！冤枉啊，我冤枉啊！大人，我冤呐！此案的犯人必都认识，可待人犯审问一二便知。此话有理。带人犯。这个可是同伙，从实招来。主位，咱们可得凭良心呢。良心。哎，二爷，想不到咱们哥们儿在这儿又见面了啊！这位叫金螃蟹，傻洋人少教堂是都有他的份儿吧？啊！哎呀，怎么没有的事儿了？没有那么回事儿，还偷了块金表呢！哎呀，这不打杂吗？这不是？大人，这人是混混，信不得呀！灰大人，这锦螃蟹领我们放的火，对，是他出校是五人一块做好汉。对对，就是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要狡赖吗？身为守备，纵亲为兄，来呀，走，摘去顶戴花翎。好，我敢。衣服，衣服，大人，衣服，衣服，大人，冤枉啊！哎呀，让我做你镜子打骂呀！哎呀，衣服，救命啊！韩仁民，韩公正，领事先生有所不知，我大清还有个章法，叫做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。喝完酒再
再上路吧。行吧，请。再喝完咱们天津卫的老酒吧，喝吧。老几位，来，请喝呀，喝呀，不是，请喝吧，喝酒，请。几位好啊，爷们们，来，请喝吧，请，请吧，就喝吧，请。好啊，好，好。临行前，众好汉可有话讲？喝了砍头的酒，怎么着？砸了点大酒碗，老少爷们上发堂，众位请上言呐！咱为嘛穿新套？为嘛？咱为嘛借打扮？就是父皇下去没说一说，咱算不算好汉呐？而我就是管云长。要斩将过五关，再看这猛张飞把榜阳桥喊断。我就是孔明诸葛亮要草船借箭。你瞧这位爷，嗯，这大号叫石谦，凑鸡冒狗捞外快，也算一好汉呐。咱不光有武将，能不能还有这大文官？好，文官武将真齐全，咱们要大声点头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为谁死？哎，为嘛把头断？说吧，为国为民为皇上，咱们甘愿把头卸呐。侯太转来是要把那情债还，我这是穷怕了。嗯，再不当穷管蛋，对，吃山珍海味呀，穿绫罗绸缎，对，娶上那几房漂亮媳妇就一天都当变了。哎，您了别高兴，缺德，你了别心酸。嗯嗯，有恩有怨必有报，咱们20年后见。好。9年5月，土棍若干相聚公教堂，共死教士十数人，震惊世界。法国将兴问罪之师，京廷乃具钦差来京查办。劫灰虽在，凶手无名，乃是总兵张某接洽无赖，做顶凶之好汉。每名顶凶银200两，刑期说笑自若，从容就死，摘沾水旧闻。